欢迎各位出席由澳门旅游局以及美工会合办的发挥澳门好客之道，齐齐参与做旅游大使系列培训活动的启动仪式。希望全澳门都能发挥好客之道，贯彻旅游大使你我都是你待客精神。三二一，旅游大使你我都是。Hello， 大家好，我是 Mia 麦美欣，今天咧好开心咧，特登嚟到澳门咧，分享一下咧我一啲嘅旅游嘅经验啊。其实你哋每一位都系同旅游服务息息有关嘅，希望大家出出分力，可以为我哋澳门嘅旅游业咧作出贡献。希望是整个澳门是有一个有礼的城市去面对到我们所有的客人。我们要建设澳门成为一个世界级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其实真的很需要令旅客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这个感觉的。旅游局搞多这些活动肯定对我们业界很有帮助。对于今次的活动非常之高兴，也都觉得是非常之正面的，我们业界当然会大力鼎力支持的。这个培训是非常之有意义，我们都非常支持，觉得 是一个好的活动，希望能够持续进行。透过这个运动都可以给到国界更加多的关注，这个礼貌或者这个提升，这个是待客之道对我们整体经济和对我们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同时间透过讲座方式之余，也都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短视频比赛，也都希望令到这些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去认知到澳门游礼运动这个理念和精神。旅游大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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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是。